好，现找了一个发射天线，好，我拿过来了，放在附近就可以啊，放在附近就行了，放在这儿，这个距离远一点没关系，它这个灵敏度高。好，等我先看一下啊，现在数值是随机的了啊，我摁一下啊，它自动关电，它这个摁一下自动关电的，开始，好，通电。通电了啊，通电了，你看这指标就出来了，8.214兆，163，下边是854K，这三项指标都有了。好，关电，好，关电的随机就没了，再开电，好，就来了，就这么个东西。好，